公公儿媳水火不容，各执一词。要钱就是有我这个财产。因为谁打的他？你首先因为谁打的他？我打他，我自己承认。温馨往事却隐藏惊人秘密，到底谁在说谎？送出去的家产又能否收回？今日敬请关注《格力传奇故事之赠送家产之后》。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格力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一个家庭幸福啊，是因为他们懂得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如果真要深究的话，恐怕错的将是每一个人。开始今天这个节目。阿婶，楼台脑有酒品。今天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江苏省的徐州市。去年8月1号，当地的警方呢接到了一起报警，是一起打架事件。警察赶过去一看呢，不得了，打架的双方竟然是一个带着2岁孩子的年轻妈妈和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今天又来了，打我的，两个人都打我，打我肚子，说我，是我的，那你看看，你看看，看看说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司法机关怎么处理的，是我的，谁打你的？我站着的。除此之外，现场很多的桌子椅子也都被砸坏了，看来呢双方的情绪都很失控。而且事实上这也不是双方第一次发生争执了，警察都已经上过好几次门了，那为什么警察来了这么多次他们还是没个消停呢？这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了，清官难判家务事。介绍一下，这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呢叫柳青青，而这个50多岁的男子呢叫王兆科，柳青青是他的儿媳妇。自古婆媳矛盾多，这回公公竟然也跟儿媳闹起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起儿媳，公公王兆科呢那是一肚子苦水，他说自个儿的这个儿媳妇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仅会耍嘴皮子功夫，还特别能打。王兆科说，有一次他跟儿媳妇谈事情，结果一言不合，儿媳妇直接抓起了一瓶啤酒就往他的头上砸过来了。一瓶带啤酒了，他头给砸没了，砸没人派出所来看我，当去手都赔掉了。不仅如此，王兆科的妻子也就是柳青青的婆婆也说，他这个儿媳妇不仅对公公不敬，对他这个婆婆也是没有放在眼里，有一次吵架直接一脚就把他从船上给踹湖里去了。那一次我被我打河里给拍翻了，在那个地方就在那小船就把那小船给我拍下来了。而且这还不算，王兆科夫妻说呢，最让他们记恨的是每次吵架儿媳妇柳青青都带好多社会青年来助战，把他们家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么看的话呢，这柳青青哪什么儿媳妇，整个就是一呼风唤雨的江湖老大呀。柳青青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公公婆婆呢？谁知道说起这件事呢，儿媳妇柳青青呢也急了，她说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她的公公婆婆给骗了，他们都是在演戏呢。肯定没有这事儿，因为好几天的有，因为谁打的他？你首先因为谁打的他，对吧？我打他，我绝对承认。我让自个干的什么罪，我绝对承认。柳青说他承认有一次吵架的时候他的确是用啤酒瓶打了公公，但那也是冲动之举，他非常后悔。至于其他什么社会青年什么把婆婆踢进湖里，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一下可好，公公婆婆一个版本，儿媳妇又是另外一个版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按理说嘛，要弄清楚这其中的真相恐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了，谁呢？那就是王兆科的儿子柳青青的丈夫王开想。作为矛盾双方的中间人，他的话应该最可信。可谁知道说起王开想呢，柳青青和王兆科夫妻呢突然是一阵沉默。原来早在2011年的时候，王开想就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开的三轮车，首富的三轮车，进货去，进货走那货，那个就这个庄子那金董头那个岔路口那出去。据说王开想去世的时候，柳青青和他办完结婚典礼才6个月。既然如此，那事情就更奇怪了。如果说柳青青跟公公婆婆有矛盾过不下去，那就别过了吧，反正人年轻，完全可以去寻找自个儿的新生活呀。话是这么说没有错，可关键是当时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王开想出事的时候，柳青青已经怀有3个月的身孕了。王兆科说，他本来嘛觉得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好歹儿子还能留下一点血脉。可是谁知道儿媳妇柳青青呢却借此发挥，挺着个大肚子直接就上门来要钱了。要钱就是有我这个财产，他我这个财产90万了。他说那你给我，我说现在你孩子还没生，他说我现在我有治病了，肚子又赔，
就该闹，那我就别挨钱了。王乐哥说，柳新京肚子里怀着的是他儿子唯一的亲骨肉了，不管怎样他都愿意留一笔钱给他的。可是柳新京呢却不满足于此，他说当时柳新京直接就叫了几十号人闯进他们家，逼迫他写了这样一份转赠协议，上面写道：饭店传给出生的孙子或者孙女，鱼塘也给孙子或孙女，同时鱼塘、饭店和船柳青青有支配权，落款是王兆科。在这份协议里头提到了三样东西：船、饭店和鱼塘。简单介绍一下，王兆科的家呢是在徐州市柳泉镇上马村，位于美丽的微山湖畔，这里的村民呢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船就是他们终生的家，相当于陆地人家的房子，是最重要的家产。靠着几十年的打拼，王兆科置办了两艘渔船，每艘船都价值四五十万元左右。不仅如此，王兆科呢还挖了个鱼塘，占地大约有70亩，每年养鱼养蟹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在渔船上他们还开了一个饭店，生意非常火爆。王兆科说，柳青青正是看中了这些财产才愿意生下孩子，并且以此为理由逼迫他签下赠与协议的。就我们那个饭店赚钱了，那个时间你强制性不签就不行，来几个车叫他批着会了，他一年能过了。据王兆科说呀，当时柳青青来的时候叫了好几十号人，那个阵仗就跟打仗一样，他根本就招架不住。王兆科的妻子也说，当时丈夫直接就被关进了船舱，不签就不让出来，拿皮子带两串皮子要揍你，知道吧？那能管吗？啊，那是合理吗？那合法吗？当然了，王兆科也承认，虽然当初是被逼的，但协议里并没有把财产给外人，而是送给了未来的孙子或者是孙女，所以最后呢他也就勉强同意了。可是孙子出生之后呢，王兆科说他是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儿。怎么呢？你想啊，儿媳妇这么年轻肯定是要改嫁的了，他一改嫁，这船、饭店和鱼塘那不就都成了别人的吗？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兆科觉得拿到财产之后，柳青青还刻意疏远了他，这就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儿媳妇迟早是要卷走他的家产，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他都想要回这些家产。可谁知道柳青青一听呢却大喊冤枉，他说公公嘴里根本就没句真话，那份赠与协议明明就是他自愿签下的。他一直都这样说，他的话你可以上庄里，那出资方嘛，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对吧？我不愿意辩论，但是你一定要看事实，他说的话是否是真是假。接着柳青青就说出了一个跟王兆科夫妻完全不同的版本，她说丈夫去世之后，公公王兆科呢非常悲痛，有大半年的时间她天天躲在船舱里的睡觉，茶不思饭不想，知道自个儿怀孕之后她就非常想自个儿生下孩子，她觉得这样的话才是对他们王家最好的安慰。可是对于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柳青青呢却十分犹豫。第一，他们没了丈夫，他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第二，柳青青虽然没说，但是王兆科心里头也知道柳青青这么年轻肯定还是要改嫁的，你说带着孩子那改嫁就难了呀。柳青青说正是考虑到这些，后来呢公公王兆科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主动写了一份转赠协议，提出要把渔船和鱼塘都送给他的孩子。他愿意的，不愿意他就行了吗？柳青青也承认，正是有了这份赠与协议，她才觉得生活有了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让她决定生下孩子。大家要是信不过的话，签协议的时候双方有很多的亲戚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啊。当时他们家有10来个吧，我们家大概有10来个，他们姊妹几个还有他老妈、他侄子都在，就媳妇、弟媳妇有10几个人。然后我们家有我哥哥、姐姐，还有那个我爸，还有我叔。柳青青说，协议签订之后不久，王兆科呢就把渔船和鱼塘交给了他打理。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因为生孩子无暇经营，就把渔船和这个鱼塘呢都包出去了。可是过了一阵子，等生完孩子，柳青青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现在祖传的人嘛，之前是找到了我，然后说的就是说保船，中间是保的保，就是合同也签好了，然后钱也交过了。
合同也签了，钱也交了，怎么说不包就不包了呢？仔细一问，不得了，原来是他公公王兆科从中作梗，不让别人包。他对外宣称，渔船和鱼塘他已经收回来了，要承包的话，就直接找他本人。一听这话，柳青青顿时就气得火冒三丈。想想也是，赠与协议都签了，孩子也生了，现在你反悔去，要把这渔船和鱼塘的收回去，凭什么呀？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双方越闹越凶，以至于到后来争执呢，就从口角变成了互殴。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柳青青说呀，他实在是不能再忍了。于是去年八月份，他就以儿子王强的名义将王兆科告上了法庭，要求公公王兆科把渔船和鱼塘还回来。听到这儿呢，一些人可能会说了，这渔船和鱼塘本来就是王兆科的，先且不说这双方的矛盾到底谁对谁错，人家不想送了还不行吗？哎，在今天这件事儿里头还真不行。根据我们国家的合同法规定，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旦交付就视为合同成立，不能撤销。而王兆科呢，签完赠与协议之后，渔船和鱼塘都已经完全交给柳青青打理了，也就是说这份赠与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合同法也规定，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了合同，那还是可以撤销的。而事实上呢，王兆科呢也一直在强调说，这份协议是儿媳妇柳青青带着几十号社会青年逼着他签的。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时候，一个最关键的证人出场了，他是王兆科的母亲。他说，签协议的时候他就在现场。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王兆科是不是自愿签的赠与协议呢？那当天商议的时候，王兆科是不是自愿把鱼塘渔船给将来的孙子孙女呢？啊，他讲，他不选的过了吗？啊，那听他把这个。我问你，放在这边，你刚才说的王兆科写交的了，当初写交的了吗？写了。当初就写交的了。啊，写了。啊，都写了。在那个上面就写了是吧？手摸了。按着手摸。啊，王兆科母亲证实，当时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双方都有家人在场，王兆科是自愿签订协议的，而且根本就没有逼迫一说。除此之外，王家其他的几个亲属也向法庭提供了证言，他们都说王兆科是自愿把渔船和鱼塘送给孙子的。这下事情总算是真相大白了，连王家自家人都说这赠与协议是王兆科自愿签的，当时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社会青年。那王兆科的说法从何而来呢？这个可能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反正不管怎样，既然赠与协议是自愿签的，而且已经实际交付了，王兆科就没有权利再要回去了。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王兆科却并不慌张，他说等等，这事儿还没完呢，他手里还有更加关键的证据，这份证据能够证明渔船和鱼塘早就和柳青青没有关系了。而随着这份证据的出现，一段值得深思的往事也涌上了王兆科和柳青青的心头。事实上，双方矛盾的根源也就藏在这一幕幕的往事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王兆科的亲生母亲和王家的亲戚都亲口证明，王兆科写下赠与协议的时候是完全自愿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权利收回赠送给孙子的渔船和鱼塘。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王兆科呢却使出了一个杀手锏，他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份赠与协议是无效的。什么证据呢？就是这份调解协议书。这份调解协议书呢，是在2013年10月的时候，王兆科和柳青青一起签下的。在协议书上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上面说，本协议生效过后，过去的一切票据全部报废。王兆科认为，这也就意味着当初他签的那份赠与协议已经被撤销了。莫名其妙的冒出这么一份调解协议书，这是真的？王兆科说千真万确呀。事实上当时还有人记录下来了呢。那么这份调解协议是怎么来的呢？柳青青真的早就放弃了渔船和鱼塘吗？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整个调解呢，还要从王兆科和柳青青之间的另外一场纠纷说起。当时呢，柳青青的丈夫王开想因为车祸去世之后，这个肇事方呢给了一笔赔偿金，有126000元。可是呢，这笔钱全部被王兆科领走了。作为妻子，柳青青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后来呢，她去公公家闹了几次，可全都没用。最后呢，当地的调解委员会出来帮忙了。我挣的钱还了，你不还的？你挣的钱。可是很显然，一落座，王兆科和柳青青就都没有好脸色。赔了12万6，我不知道他这些就给他签了。
然后等钱与领导说的时候，他这个钱就是在他手就不放出来了。如果要是学正常家庭，就是他是正常老的话，我也不给他挣这个钱，他肯定会给孩子留着的，因为他这个人什么都不顾这样，每天都在装的很烂醉。最起码我在我做事，我是老板，我一次就一次叫你女人打我，我精神上受摧残了，我都六十的人了，打我个四次了。这图你看，这你看疙瘩，你给我抹吧，你抹吧，都是酒瓶砸的。当时因为死亡赔偿金的事情，王兆科和柳星星吵得是不可开交，根本都不能坐在一块儿。后来呢，调解员决定分头行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两个人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了。他现在答应给三分之一钱了，给拿三万六，他给说这个你能答应吗？能答应。能答应吗？能。不仅如此，对于之前出手打人的事情，调解员对柳星星也进行了批评教育，柳星星呢也意识到了自个儿的错误。还有一个，他让我几次让我摸他头上伤，我就摸他伤了。你怎么能找人打的打他的呢？谁找人打的？我打的。哦，是你打的啊？那他在那个他是老的啊，你这答应的对吧？你看他说的话没的话他都编，他说的不是事实，知道吧？那也不能打，不是你，毕竟他是老的，你对他打他的这个，你给他道个歉。你哪怕不是喊爸爸，你喊个叔喊什么的，这个给他道个歉。行。在调解员的努力之下，柳青青呢最终接受了36000元的赔偿金，并且他还当场给公公王兆科赔礼道歉了。啊，对不起，以前那都是我的错。好呢，咱现在还有孩子，以后呢再好好相处，都是为了孩子。你再也不计全过，看你这个孙子，想你以前的儿子。你以后看吧，有这个思想，有这个思想，能认这个爷爷，靠他自己啊。靠他自己吧，不能光靠他自己，还得靠大人。咱是也断不了，你知道吧？我知道了，他跟我爷爷的爷爷。哎呦，感冒了，还爷爷了吗？爷爷。哎，我抱。柳青青的一句爸，孙子的一句爷爷，顿时让王兆科暖心不少。而就是这种十分温暖的气氛之下，王兆科和柳青青最终签下了调解协议书，并且特别注明本协议生效之后，过去的一切票据全部作废。柳青青说，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这个家最应该铭记的温暖时刻。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这份代表着温馨的调解协议书却成了公公王兆科的杀手锏。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接受，他觉得公公王兆科根本就是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我认为不是这个认为，我当时签字就是对象的那个协议钱，知道吧？那个赔偿金钱并不是说这一块，如果说他这一块的话，你想那块一堂百千，我这个穿多少钱，给我3万6000块钱，我就能愿意了吗？是啊，先别说鱼塘了，一艘渔船的价值都是40-50万，柳青青怎么可能为了3万多放弃儿子的渔船和鱼塘呢？所以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询问，2015年4月，当地法院最终做出了判决，王兆科返还赠与孙子的渔船。当时候呢，既然被告抗辩，认为这个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到了这个原告及其家人的已经欺诈、威胁、胁迫等一些手段。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呢，举证责任应该在于被告。当时候被告呢没有做出任何的举证责任，那么你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我们确定了它的有效。那么有效，你就首先就是双方应该按照合同进行履行。对吧？你这个赠与的，而且他是赠与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们国家也有一个未成年利益是最大化的一个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我们要所考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对于争议的鱼塘呢，法院认为鱼塘是王兆科自行开挖的，目前还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所以还不能够裁决。不过等鱼塘的权属明晰之后，柳青青还是可以继续上诉的。得知了这个结果之后呢，王兆科心里都非常郁闷，特别是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和亲人全都帮柳青青作证之后，王兆科这心里头更是五味杂陈。我的一家人都陪我，我都不说这个。我现在哥哥你娘都不来我，我就姑娘你这个亲，这个亲那个都不来。他连门起诉陪我，他弄了个3多个人都陪我，我去母亲。
说到这儿呢，一些人可能真的不理解王兆科了，他为什么非要把这送给孙子的家产全部都要回来呢？你看闹了一圈，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这又何苦呢？难道就仅仅是因为把家产送出去心疼了？可能还真不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王兆科心里头其实一直还是惦记着孙子的。我孙子你必须得给我，生下来这个孙子，那我儿子还没处理这个问题呢，就能开始闹。王老哥说，当初他之所以签下赠与协议，是希望孙子生下来之后留在王家，由他来抚养。当然了，王老哥也说，他也知道让孩子离开亲生母亲不太可能，但是没关系，他觉得如果柳青青能够常常带着孙子回家看看，那也行啊。但是事实上，孙子如今都3岁了，他却只见过孙子2-3面，而且每次见面，孙子还是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所以王老哥心里头是越想越觉得憋屈。我儿子都不在了，我孙子你不顾我，不顾我了，我怎么弄啊？那你不跟我见面，他又不跟我亲，怎么弄？我为啥顾为啥忙？他天天为啥为我转？家产送出去了，孙子却见不着，你说王兆科他能不觉得亏吗？其实说白了，王兆科和儿媳妇闹了这么多年，无非就是为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自己的孙子能够常回家，他能够听孙子多叫几声爷爷。回想今天这整件事儿嘛，还真是让人有些唏嘘。王家的这个矛盾说大真不大，就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纠纷，可是说小也不小，闹了几年，公公跟儿媳妇都打上架了，整个家也被吵得是鸡犬不宁。不过还好，不管是柳青青还是王兆科，他们都想为孩子好，事实上孩子也是化解他们矛盾的最好方式，希望在冷静之后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其实啊，很多家庭的矛盾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是为了家产，因为钱，可是追根究底呢，终究逃不过一个情字啊，情分的缺失与增加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财产走向。所以说呀，想要避免类似的纠纷，就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情分，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是需要呵护的，而任何一种让人幸福的情感也一定是积累出来的。由我们江西卫视重磅打造的国内首档全民科普益智类节目格力一赫兹顶级对决，明晚9:01继续闯关答题。节目携手顶级两院院士现场出题点评，还有18支城市战队为荣誉而战，明晚9:01不要错过。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格力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